请您欣赏相声《论梦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，哎呦，还有可了不得了啊！谢谢。哟，谢谢，哎呀！谢谢谢谢谢谢，含笑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！谢谢。这个无以为报啊，嗯，还有没有？嗨，还要，闲着也闲着啊，因为你们我都开了一花店了啊，谢谢，嗯，国庆期间，嗯，连着说好几天的相声，嗯，也没有别的手艺，嗯，一二三三天在德云社直播，每天晚上新浪直播，对，四五六这三天在北展这儿，哎，连着三天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嗯，大伙儿实在是厚爱捧我们，不敢当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嗯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嗯，哦，谢谢，哎，谢谢，呵呵，他说他支持我啊，嗯，他可没说支持你。啊，谢谢大家。嗯，这个天儿也凉了。嗯，一眨眼的功夫，从夏天到了秋天。嗯，出来进去的各位多穿点衣服。嗯，脑子上看看有汗没汗，别着凉，注意保暖。嗯，老话说得好。嗯，保暖思淫欲。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您这都不挨着这几句话。啊，不挨着哈。当然了，我是好意，是吗？我是好意啊。嗯，健健康康的。嗯，来听听相声，是相声让您乐发笑，打心里听完高兴痛快。对啊，嗯，这行挺简单，嗯，但说好了不容易啊，得下功夫。状元才，英雄胆，城墙后的一张脸。哦，怎么讲呢？状元才什么都得会，什么都得研究。哦，状元才，英雄胆，是得有胆子。哦，胆儿得大，一上场这么些人。嗯，我走吧。嗯，走不行。哦，城墙后的一张脸，这说的是老先生说了，上台之后喝得出去啊。嗯，别害臊。哦，别害臊。你觉得哟，这么些人，我这是怪难看的，我得要我这脸，我害怕了。嗯，要脸就是不要脸。哦，不要脸就是要脸。那这话怎么说呢？你瞧，我喝出去了吧？啊，我就爱怎么地怎么地了。嗯，撒开了眼，观众爱看。哦，好像不要脸，但实际上。有脸露脸了，而且来说不管人多人少都得这么演。那当然，你看今天北展这坐满了。是啊，起满坐满，这富裕一个座这儿，我下去啊。哎，你下去，那没听说过啊。啊，这么些个人好好说。嗯，那么三五十个观众呢，嗯，你也得好好演，这是义德呀，这是必须的呀。嗯，人多人少没关系，一个样，每一位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对，跟澡堂子似的。嗯，就一个人洗。嗯，你不让人洗那也得洗，挺大的一澡堂子，洗浴中心。哦，就一位跟那儿洗。嗯，经理越看越恨这个，不爱看。哎呀，这不够电钱。嗨，放水。哎，放水。那位正高兴，一低头，哟，嗯，退潮了。哎，好嘛，没水了，不行。嗯，人少也得让人洗。嗯，说相声也是如此，一样。另外啊，多看书，学习，开阔眼界。对，老话说得好，嗯，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小海无涯苦奏舟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？您这一句话倒好几个字，您这个。
你来一遍。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好，成功啊！我成功管什么呀？您得说对了。我说不对啊。嗨，知道意思就得。我这嘴有毛病啊。啊，多念书。对，多看看这些个新闻。哦，时事了解一下。嗯，最近有一嫦娥二号上天了。哦，我挺高兴的。您高兴啊？这刺儿一点，哗！啊，您拿火柴点呐？啊，这通俗易懂，这么一说都听得明白。没听说过，你点个香呢？点、嗯？你跟这个外行你就没法聊。那谁外行啊？因为这个他人家往月亮上去的。哦，知道吗？我就形容一下、嗯、是吧？是啊，哪能点火柴那不是笑话吗？对、嗯，挺大的一大火箭，嗯、然后。这几面都有人啊、哦！预备，开始！嗯、打火机呀、啊！对，没气儿了，别摁了。你让人活不让人活？你跳一下！什么呀？人家高科技，你不懂。勘探月球表面啊，探讨这些个空间呐、啊哦，地球这些个知识吧。嚯、哦！回来之后好，哎，跟我们大伙儿念叨念叨啊。哦。虽然说我不懂，但是我很喜欢，关注。我从小的时候我就曾经说过，你我要能当一个。宇航员得多好啊、哦！您有这理想，看过好多这方面的书和材料，是吗？但是说句良心话，嗯，停留在一个很浅的位置上。哦，您还自知之明，我查了不少了，是吗？人家说天上失重，什么叫失重？叫人上去之后啊，你不是说就这样站着啊，能飞起来、啊、哦，就飘着，哎，啊，这地心引力就没了。哎、好，这词儿是飘着是吧？好。飘着有什么可好的呀？你我就没想好这词儿啊！啊，上天上就飘着，啊！您别好容易上天了，您就别跟地下一样了。我就飘着。哎、啊，嗯，人吃那饭，嗯，我查了啊，啊宇航员吃什么呀？嗯、啊，吃的呢。都是就够一口的东西，怎么着？因为它这东西容易飞，飞哎，有的装着牙膏里边，嗯、那袋儿挤，哦，是这么吃，闭上嘴嚼，哦，那米饭啊，真跟咱们似的，盛一碗就全飞了，啊、哪有上那儿吃米饭去的你？啊，哪有吃米饭？人米饭都装好了，装好了，米饭装在那里边，和上炸酱，搁着都啊，米饭和炸酱，炸酱饭嘛，炸酱饭像话吗？哎，我还练过这个。您那会儿小，我说这有一天我要能上天多好哦！小饭馆吃饭，哥几个来，嗯，来拿米饭砍我，哎，拿米饭砍，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，嚯！哎呦，一脸都是，嚯！来拿那馒头拽我，快点练，啪啪，那菜，哎呦，鱼香肉丝，咵，宫保鸡丁，咵，哎，来赶紧把那什么，啊，酸辣汤，来赶紧啊，过一身呢啊，啊，后来一看又不行。嗯，我得躲开你们。为什么？端着火锅来的。这好嘛，宇航员没有烫死的。嗯，我说我喜欢这个嘛。哦，拿这练。为了练这个，那个不能吐，那叫什么来着？嗯，就别晕船。哎，晕高。对啊，咱不懂那个，就是说你还得转悠是吧？哦，不怕晕。楼底小花园我还去了。干嘛去？孩子们玩那叫转椅啊。啊，走，都下去。好，听话，走，走。哎。啊，真狠！别闹，叔叔要训练了，这就训练呐。坐在这儿、啊，来，都回来，推我来，快点！呵，你还小点儿，日日日，快，日日日，停！啊，哎呀，嗯，我那苦胆哪儿去了？好嘛，这苦胆都吐出去了啊！练这个，我还练那个，我还练过不孕啊。你要知道，我下多大功夫，你知道。喝出去，这都得喝得出去。您练过不育没有？啊，您要练好了，就省得上新兴医院了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不孕呢？不是怎么说那叫不育？不晕船，不晕高。哎，啊，对，不晕高啊，不晕高，对。你上上面你晕了那不合适。对呀、啊，我练过这个。哦，我找一特别高的大楼，嗯，30来层，
嚯，上电梯，嗯，俩钟头愣没上去，怎么回事？停电了，这废话，停电，爬到顶子上面，站上面往下瞧，我的个天哪！哦，太高了，三十多层啊，正锻炼呢，底下来一大帮警察，干嘛呀？下来吧，啊，工头答应给钱了，哎，嗨，拿当民工了啊？研究吗？您这什么研究啊？您这长知识哦，说我都了解，您都知道，包括这个克隆，嚯，克隆你懂吗？我就听说过，啊、克隆就是复制，啊，对，是这意思。比如说啊，有一只牛，哦，哎呀，有一个牛，这个打算再有一头牛，啊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啊、给这头牛找一半儿，知道吗？找一半儿，哎呀，俩人跟一块儿过日子，过些日子就有小牛了，嗯、这叫克隆啊，这叫。这叫配种，知道吗？现在都这么干。克隆是高科技，您这我是这是初步的，这是刚开始。什么初步的？不挨着您。再后来就不一样了啊！从他身上，然后提取那个 NBA， 知道吗？打牛身上、啊，从牛身上打出俩明星来，是吗？打篮球的，跟你这外行，我谈不到一块儿去。什么叫 NBA 呀、啊？那叫是这个DNA 哈啊！我记得有 NBA， 没 NBA 是美国篮球哦、啊。打牛身上弄那个 DNA， 然后又怎么怎么弄，呱到最后嘣啊！哎，又出了一个猪啊！没听说过，打牛身上来嘣一下，还出了一头猪，就是出来还出一什么？你说还得出一模一样的牛啊？一模一样。啊，这叫克隆，对，人也行，人也克隆，人也可以克隆，有这技术了。比如说于谦啊，啊，于谦，大伙儿开个会议讨论啊，说于老师快死了 啊，快死了，大伙儿很高兴啊，是吧？是很高兴，还高兴 啊，高兴之后，咱们得想着下一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咱们趁着他死之前，咱们呢打他身上弄出点东西来 啊，咱们也来一个那叫克隆。哦，那我也可能克隆，从你身上啊、嗯、提取那个什么 DNA 啊，什么这类东西也有。哎，先找一大白瓷罐，嗯，大白瓷罐里外刷干净了，知道吗？干嘛？找一根胶皮管子，嗯，这头搁在白瓷罐里边，嗯，这头弄一针，哦，噗，哎，扎在身上啊，哦，这头扎身上了，是，这头在管子上啊，嗯、在这儿底下是那白瓷罐啊，哦，拿这头先嘬，您这给鱼缸换水呢？您这啊，就嘬好些个血出来啊。放血，哎，搁葱末，搁点盐，搁点花椒，干嘛呀？搁一张你的相片，破人盖、啊，一接电，一会儿一开，呀呵，啊，出一个于谦，没听说过，您这都、啊、还搁一我相片。后来这个技术被卖血豆腐的学会了，哎，对，也就是做血豆腐能用这个，这都得研究啊，都得研究，研究这玩意儿。整个德云社来说啊，啊，有不知道的事全来问我，啊，您都能知道，我好研究啊，哦，我是一个。二手的科学家，这科学家还出二手的，二手的科学家都知道，天文地理无所不知，一不星象全都在行。嗯，有不明问我，哦，后台净问我的，嗯，后台那有一叫侯震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，那是我师弟，德云社说相声侯震，对，大脸蛋子啊，那脸这么大个儿啊，侯家的长子长孙，对，那脸中的劳斯莱斯那是，这嗨。您说这干嘛？这大脸，好家伙 啊！一天到晚像话吗？像话吗？像话吗？啊，谢谢。有熟的观众都认识他，是这口风。那天找我，这个，嗯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做了一梦。哦，做了一梦，梦见我是一头牛，在山坡上吃草。嚯、哦！嗨，做梦怕什么呢？不是，嗯，早晨一睁眼，凉席儿没了。好，自个儿给吃了，这是啊，赶紧送医院，好好摘去啊！哎，对。这是解梦吗？这个哎，给他讲啊，哦，消除他心里的疑虑啊，得给送医院去了。做梦是人人都做，哦，老话说得好，梦是心头想。对了，从古到今还有人写的书，解梦吗？周公解梦啊，对对对，周母解梦啊，是吧？哎、两口子一块解梦啊，周一解梦，周二解梦，什么呀？就是周公解梦，啊、周公解梦，嗯，有的说的挺好玩，是吗？说这个梦见水了。这代表，这是有钱，哦，水代表钱。梦见驴，这个坏了，怎么呢？梦见驴，说明这是有鬼，哦，这是闹鬼。哎，梦见小小子，小孩犯小人了，哦，这不好。梦小姑娘了，怎么样？这是有贵人，哦，小姑娘是贵人。哎，最好的就是说梦见上天上摸月亮，哦，能当皇上，嘿，
我可梦见一千多回了啊。您现在呢？我不还说相声了吗？嗨，这白费劲了。就是研究这个玩意儿，不管用啊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想。嗯，白天想的什么，晚上睡觉了，大脑思维没有休息，还在工作。对，把这些个画面、这些个故事，嗯、有机的、无机的，就融合在一起了，结合了。别相信，不要封建迷信。对，是不是啊？嗯，白天也尽量少想乱七八糟的事儿。是，你看每天找点有意义的事儿干，干点好事儿。你比如于老师。啊，每天生活非常的卫生，卫生。于老师三大爱好，我是抽烟、喝酒、烫头。对，您就别介绍我这个了。你看这一直就这样烫个头，这两天这卷还下去了，下去还这样呢。啊，天天在后台就这出，我要烫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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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老要烫头，天天的。我还说了，我说你到老了，一脑袋白头发你也烫啊，一脑袋白卷，跟喜羊羊似的。这嗨。别形容了，他这也不耽误别人事儿。嗯，自个儿爱好，我要烫头，我要烫头。嗯，我要想烫头还麻烦了，是不是？你听见了？我能烫坏了，是吧？没听说过。所以说，人家这爱好不赖。哦，坚持的好好烫头没事。我烫头怕什么？我有爱好啊。您是养个花花草草？哦，爱养花啊，养个小鸟。嘿，养几只小金鱼。哦，养那个巴西龟，小宠物。可能有人喜欢养巴西龟。养龟这么大，小绿王八。嗯，对，我养了仨，嚯，天天看着也挺可乐的，是啊，高兴嘛，是不是？嗯 嗯， 嗯，只要你愿意，不伤害别人，你怎么高兴怎么来。养龟啊，除了这个就是说相声，哦，天天就希望让观众笑，可有的时候很难。是，前两天我们俩出去说相声去，嗯，我上台观众都不乐，是我站那儿说，大家好，说个笑话啊，哦，于谦很漂亮，嗯，没人乐，他站那儿，我是于谦，哇。都乐了，这有什么可乐的呀？这个，他没想到长这么寒碜啊！哎，你瞧，但是我很希望谦儿哥能够漂亮点。那我谢谢您啊！嗯，天天想这个，晚上做梦也这出。梦见什么了？这白天的事吗？啊，晚上睡觉，嗯，梦见自个儿出去遛弯去了。哦，啊，走着走着，天上过一颗流星，这得赶紧许愿。哎呦，嗯，到这儿了啊。哎呀，我许个愿啊，希望让于谦漂亮一些。哎，谢谢。你看这流星啊，回去了。我什么人缘啊？我这是。流星回去了。好嘛，天上有人说话啊！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？哎，好嘛，神仙都出来了啊！哟，谁呀？你谁说话啊？上帝。嚯，上帝！呵，你瞧瞧啊，上帝跟我对话。啊，哟，我得瞧瞧您，我没见过您啊。可以去吧，我能上您这看看去吗？啊，来吧。哦，要您去。一道金光，这是我上天了。嚯，你看这玩意儿多神奇！你看这有点意思。梦里什么事都能发生。哦，到天堂这一瞧，嚯，嗯，天堂这大门挺大，栅栏门啊，大栅栏门。天堂也大栅栏门。哎，啊，门上挂着牌子，写着是大门左右100米，严禁摆摊儿。对。天堂附近也有小商贩，嗯，等着吧，啊，哪儿进呢？嗯，打里边出来一个，人俩大翅膀跟这儿啊，呱嘚呱嘚的。哦，你郭德纲？哎，是，嗯，您是？嗯，天使。嗯，这天使怎么流氓的口气儿？这是，哎，这还天使？嗯，怎么回事？这是，就可能就是亲民吧。啊，亲民。郭德纲啊？嗯。哎，这，跟着去。怎么称呼？嗯，我叫三儿。哎，天使叫三儿。啊，三哥，三哥啊。三哥还拎呢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嗯，这一进去，传达室出了一大爷。啊，还有传达室。哎，传达室王大爷。嚯，来了。嗯，来了。嗯，来进去吧，等你呢。嘿，进去吧。嗯，来到里边啊。嗯，这一进门，哦，天堂这大客厅啊，很大，比这屋还大了。大客厅，哎，大屏风，嚯，哎，两行字儿写着“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”。这嗨，这是天堂上的词儿吗？这个，啊，这铺着地板革，铺着地板革，地板革，大沙发，哎呀，啊，这儿有一池子涮墩布的，嚯，哎，梦得真细致啊。三哥带着我进来，嗯，上帝跟这正等我呢。是啊，这上帝正抽烟屁了。哎，呵，来了啊！啊，这现掐。嗯，坐坐坐坐坐。啊，老王，嗯，汽水去。哎，这好，
那家来且了啊，来且了，上帝坐着吧。嗯，你刚才跟我聊天来着。嗯，是，跟您对了句话。上先生啊，上先生，怎么叫上先生啊？怎么喊上？上帝就甭称呼别的了。啊，大爷大爷，拎上了。这头回上您这儿来 啊，还挺好的哈。是，您身体不错，还行还行，就是最近咳嗽。哎，上面闹天了啊！这个抽着烟抽着挺呛的啊。家里都不错，我说都不错。行嘞，今儿你来了，好好的吃顿饭啊。哦，还要请客，去准备饭去。嗯，照着最好的准备啊。真好，煎炒烹炸焖刘熬炖啊。嗯，上等酒席款待郭德纲。别！嗯，您太客气了。嗯，你干嘛？您花这么些钱？那不行。哦，这么些年，终于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天堂了。剩下全下地狱了。来好嘛，是我是您可没想到的事儿。坐着吧，您太高恨了。坐着吧。嗯，一会儿菜来了。嚯、哦，拍黄瓜，黄瓜片、黄瓜丝儿、黄瓜块儿。哎，掉黄瓜地里了。我说怎么就吃凉菜？嗯，嗨。也没别人，你我小三儿老王，咱们四个不值当的起火，哎，这好嘛，全是凉菜了，吃吧，啊，这是聊着天儿，正吃着呢，嗯，有打外边老王进来了，嗯，那个跟您说一声啊，嗯，于谦的父母来了，啊，哟，我爸我妈去了，哟，这想不到的事儿啊，啊，以你这个人性，老爷子能上天堂啊？那怎么了？这什么话呀？请进来吧，哦，看一看，有打外边，于大爷，于大妈，嗯，两位进来了。哦，上帝挺客气，快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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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谁都那么客气。哎呀，哈哈，能上天堂都是好人呐。是是，尤其您两位，于谦的父母，大善人呐。哦，善人，大善人啊。嗯，这个也不到你们上天堂的时间，怎么就来了呢？对呀、啊，老头乐了，我这不交的首付吗？我先看看来。哎，对，那儿买房去了是怎么着？我先看看。啊、哦，好，坐坐坐。嗯嗯，多少岁数了？嗯，老头乐了，我60了。嗯，老伴儿59，差一岁。好好好，很难得、来了，得好好款待一下。真好，有什么愿望和要求吗？哦，满足一下。老头说：“我这辈子太老实了，嗯，我都没出过国，嗯，我想啊，周游世界，这个怎么样？”上帝乐了，嗯，给你，嚯，这是一抬手，金光一道，嗯，跟前这儿一大箱子钱，哦，上面还一摞机票，哦，这就周游世界了，带着钱，拿着机票，周游世界，满足了。哟，谢谢您上帝啊！嗯嗯，我60了，我现在我有一小想法。您说，我想跟比我小30岁的女的一块儿去。哦，上帝点点头，可以，这行。啪，啊，就这一挥手，怎么样？你爸爸90岁了啊？那女的长30岁，合着挺好。走吧，走吧。送走了什么玩意儿？这是送走。我说喝太好了啊！您这高了，您这、来，我敬您一杯。来来来来，还喝着呢。我们俩这喝着聊着。哦，老王又进来了，打扰一下啊。啊，又来串门的了。谁来了？谁来了？那个阎王爷爷上咱这串门来了。阎王，上帝说这玩意儿，咱跟他井水不犯河水啊。就是那地狱。进来吧。哦，又打外边阎王爷进来了。嗯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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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，阎王爷说相声啊。嗯。这不见面倒辛苦，可不是江湖吗？啊，坐着坐着坐着，嗯，上帝，哦、这个咱们一直商量，咱们一块儿搞一足球赛，那事儿怎么着了？嚯，还比赛呢？上帝乐了，去，玩玩玩玩玩去。怎么不赛呀、一赛你准输。凭什么输啊？好球星都在我们这儿呢。嚯，阎王爷乐了，嗯，你别说大话啊，黑哨都在我那儿了。哎，好嘛。你赢不了，我看我劝劝吧，哥俩别闹别闹啊，好商量，都瞧我呢。嚯，这个话就不该多说，是吧？刚说完这句，阎王爷乐了，嗯，说相声的吧？看见你了，郭德纲是吧？认识，我是阎大爷，您挺好的。阎大爷，我还行，啊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是没事，没事，挺好。哦，上面那儿串个门去吧。嚯，我不去，去说相声都在我们这儿了，真的。哎，都在地狱里呢。来来，走走走。饭不吃了，我们走了。哦，请您去。倒霉催的吗？啊，这一句话说错了。哦，非带我走，跟着走吧。去吧。到阴曹地府。嗯，阎王爷乐了。哦，你就不该跟我来。你不是让来的吗？来这儿你就走不了。嚯，你今儿非死这儿不可，知道吗？啊，你说吧，你要什么样的棺材？你要翻盖的，要滑盖的？要把您搁手机里是怎么着？
也卖电话的，这是没听说过。我没惹祸，你等着啊，等我换上工作服咱们再说。好，阎王爷还有工作服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嗯，阴曹宝殿乱了套了。是啊，大鬼小鬼都跟这干活呢。啊，都知道吗？阴曹地府竟是坏人呢。是，小鬼把他们插挑油锅。哦，这儿有一大油锅啊。嗯，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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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油跟这冒着烟啊，这热的。小鬼拿着叉子，咔，插着人往油锅里边扔。扎人，各式各样的啊，各式各样的。哎，有的是呢，俩人抱在一块儿扔到锅里，有的是抻成一方片儿，拉三刀搁锅里边。这是炸油饼呢，这咱不懂，这他看着都瘆得慌。这有什么瘆得慌？天天早上起来见啊，像话？废话，有抻成片儿的吗？还打三刀？抻成片儿，这脆这个，啊、这薄脆感，这酥这个主要是啊。哎呀，这不要了亲命了吗？嗯，你说我说相声的招谁惹谁了？是啊，正等着呢。啊，阎王爷升殿，哦，就听那嘚电铃，铃一响，阎王爷出来了。哦，头戴冕旒冠，身穿赭黄袍，换上衣裳，坐在龙书案后边。嗯，龙书案有这么不到两米。哦，哎，上面摆着扇子、醒木、手绢。哎，阎王爷要开书。啊嗯、龙书案，龙书案摆扇子、手绢，说相声才摆这个什么？还摆着三束花。嗯，哎，对，跟这儿一样感觉。得了，谢谢各位吧，谢谢各位吧。前面还有话筒，啊，话筒啊，省听不见啊。阎王爷一拍这木头，嗯，说书唱戏劝人方，嗯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哦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嚯，这说完之后啊，整个大伙儿一块儿，好好好，还有叫好的呢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来人呐，啊，带说相声的。好，今天专门办理说相声的。嚯，小鬼们打那边压上仨说相声的。是啊，头一个于谦，我去了。第二个侯震，哦，第三高峰。呵，仨人往这一跪啊，跪下。哎，郭德纲的，嗯，郭德纲是我带来的，等着。今天审说相声的，嗯，你叫于谦呐？说我呢？啊，烫着一脑袋什么玩意儿那是？管着管不着，都说我这个，男不男女不女的啊？怎么了？来，打他，打我！呼，小鬼拿一大棍子过来啊！啊，一丈来长大棍子，这么憨，嗯、拿大棍子打于老师，噗噗噗噗噗，打碎了吧？这都噗噗噗的了，就是阴曹地府的声音不一样哦。噗噗噗，哎，这没听说过，打出漏了，这都、嗯、打完了。第二个，高峰。嗯，高峰过来戴眼镜啊，是阎王爷，阎王爷，扭过脸来，我在这边呢啊，这眼神实在太刺了，这个藐视我啊，打，哎，又出漏一个，哎，这都没声音了啊、嗯、啊，那是侯震，侯震，嗯，侯震过来，侯震过来了，啊，像话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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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贫呢，老这口，你熟悉他就知道爱这么说话啊，啊 啊, 啊，你不能这样，我相声世家，呼，打的就是相声世家，嚯。啤酒啪着，啤酒啪着，嗯，三位满地流血啊！我这心都到嗓子眼儿了。说话到您呢啊！要了亲命，我阎王爷您别打我，我没有这么大的罪过，嗯，我就一说相声，我好好的行不行？是是，好好的，嗯，杨氏之间为非作歹，皆有你、哦。阴曹地府，古往今来放过谁？嚯，你改得了吗？嗯，我说能改，能改，给搬一凳子，坐那儿。哎，这就坐下了，不打了，倒杯水。来，你抽我这个来！哎，好嘛，跟阎王爷这让上烟了。你，谢谢啊，太好了。但是有一点啊，嗯，这仨都打成花瓜了。是啊，你要不挨打，说不过去。对呀、啊，这么着吧，嗯，死罪已免，活罪难饶。要干什么？你们四个得接受惩罚。怎么个惩罚呢？搭上来。什么呀？说一声搭上来，啊、一帮小鬼又打后边，搭上四个这么大个的王八盖子。王八壳，对对对对对，哦哦，夸夸夸排好了，嗯，三个上面写着个公字，嗯，一个上面写个母字，还分公母。阎元乐了、嗯，来吧，你们四位钻进去啊，回去吧。哎呦，回阳间，四位变成这王八，转世投胎，这事儿就拉倒了啊啊 啊, 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心说这不要了命了吗？是啊，四个壳啊，仨公一个母的，对，
这要抢着公的还则罢了，嗯嗯嗯，这要抢着母的，这罪过可大了。那是不行啊，我还没明白过来呢。嗯，这仨人真坏。怎么了？于谦、高峰、侯震站起来，蹭蹭蹭，嗯，每人钻一盖里边，扭头就跑。我们就要这个公的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汗都下来了啊！我说阎王爷，嗯，我说阎王爷，我求您了啊！这别的还好办，这个没法开玩笑啊。是，他们仨都是公的，我是母的。嗯，这回去之后，河边要碰见了，一闹着玩，我哪受得了这个？谁跟你闹啊？啊，谁跟你闹啊？我说我求您，我改了行不行啊？啊，阎王爷乐，你说改就改。对，行了，那你甭钻了。哎，啊，饶了你了，把我给饶了。你瞧这事，一着急一睁眼，哟。啊，一身的冷汗，噩梦醒了，我做了个梦，这是假的。哎呦，得亏是假的。嗯，可说是假的，又有一个事儿我闹不清楚。什么事呢？我家养的小王八说话了。说什么了？我要烫头，我要烫头，我烫头。去你的吧！